远离私烟，健康无碍，一起来闯关，耶！只要拿起手机答对五个问题，顺利闯关成功即可参加抽奖。答对了！财政部北区国税局中和稽征所呼吁大家一起远离私烟，防治烟品税捐逃漏。活动专门设计给手机玩的互动游戏，简单方便又不失趣味性。扫描 QR Code 完成闯关后，填写资料，有机会获得便利商店的500元礼券。我们的经费来源呢是健康福利捐。活动时间呢是在6月19日到6月25日。民众只要闯关，就是用手机来玩游戏，然后闯关活动完成之后呢，留下他的基本资料就可以参加抽奖。那抽奖的时间呢会在6月28日。我们的领奖时间呢是7月3日到7月14日，然后希望这一段期间来领奖。那如果逾期就视同放弃咯。私烈烟来路不明，品质不良的私烈烟品不仅会对身体造成危害，还不能像合法烟品一样课征烟品健康福利捐。106年度远离私烟健康无碍活动从即日起到6月25日，欢迎民众踊跃参加。数位天空新闻综合报道。